唐王现在眼里只有皇后和六皇子，如果你想帮助浑元坐上龙椅，哪怕血溅三尺，你也要义无反顾。不管用什么方法安插各路人马渗透到那个女人身边，记住了，本宫要的是正位。为了让你登上王位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 可你不能不懂事，做坏事。我要让你名正言顺的登上它。那把龙椅究竟是传给三皇子，还是六皇子？终究是由陛下决定。我会站在陛下这边。公主是在担心宁珏吗？与其说我在担心他的生死。 不如说，我在担心这盘棋局的胜负。传话山月，诛奸血，千钧策略。